到立法院针对高端的合约做专案报告，但是在野党就忧心，在卫福部大官密会赖进办总干事的时候，高端的合约恐怕早就被修改，更质疑高端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黑幕见不得人，才需要被封存30年。选前倒数四天，葛奎打算到立院针对高端做专案报告。立委再爆料，当初高端说和美国卫生院一起开发疫苗，但有录音档曝光，这恐怕都是谎言。NIH 认为说，他在这件事情上贡献度不够，所以这个组织呢，他不想写，他是挂名、啊，他是说，哎呀，我挂这个名有什么贡献吗？那我是跟他提议说，你挂名就是贡献，这样。这个就是骗。当时股价54.5元，到了最高点，总共涨了465%。这叫做什么？挂羊头卖狗肉，鱼目混珠，我们的民众能接受的吗？高端股价一路飙涨，甚至连金管会都曾发布高端94交易异常报告，封存30年高端合约，许愿签突然说愿意公布，在一党就质疑。日前卫福部大官上班时间密会赖清德竞选总干事，就怕高端合约早就被修改动过手脚。就算现在好，他们要公开，我想都已经不会是真实的状况。现在能够完整公开高端采购的真相只有一图，就是让国民党执政，让过去整个疫情期间的各项采购过程摊在阳光下。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很多的资料被湮灭或者串证？民进党曾经说高端合约要封存30年，是比照其他厂牌疫苗处理，但在党立委很打脸说根本没这回事。跟高端的是5年，然后跟莫德纳好像是8年，然后跟那个 BNT 大概也差不多7-8年左右，没有到30年。他讲了30年。什么封存？像是人家讲的话，人听不懂，他就不给你看嘛。高端当初拿政府4.7亿的研发补助，唯一的客户就是中华民国政府，而审核过程哀鸿黑箱作业，各界痛批。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机密要封存30年？国会要讨论，你赶快公布嘛！高端打个那么猛哎嘛！人民的生命在危机的时刻，你用高端来取代，这是足重要、足严肃的代志。赶快公布，让全民来检验。冰山之一。你看不到那个在水面下那90%的以上那个才是问题啊，从头公开啊，包括那些股票操作，还有那个金流的问题，还有包括 EUA 是怎么过的，全部公开啊。高端疫苗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黑幕弊端，就怕只能等政党轮替才有机会揭发真相。记者张若慈、徐国豪 SN 小组台北报道。